一号马经济场控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赫留瑟的公马，骑师王国美练马是丹尼斯马主王君宁。二号马沙尘暴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溜色公马，骑师黄建辉练马是四十古楞马主王志刚。四号马麦巴赫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溜色的公马，骑师努尔波拉提练马师蒂达尔马主是王吉山。七号马熊安宝来自英国的三岁溜色母马，骑师赵殿化练马师何一鹏马主是孙克俭。三号马泰山雄鹰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栗色的公马，骑师敖白云练马是董小军马主黄庆才。看一下五号马来福来自爱尔兰的三岁溜色公马，骑师穆哈塔练马是陆鲁文马主是中国著名歌手孙楠。看一下八号马京都彩虹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赫留瑟的母马，骑师田延团练马是华俊强马主康铁洲。六号马身心不一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溜色的公马，骑师柯凯文 Kevin 练马是董春红马主是陈宏伟。好，马匹出发顺利。我们看一下排在比赛最前面的，现在可以看到外栏的是三号马泰山雄鹰，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已经变成了一号马鹰击场控领先，就是在 1.5 个马位。第二位是白色彩梦的二号马沙尘暴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泰山雄鹰现在从外栏慢慢的赶上来，这到比赛的第二位。现在排在中间的还看到灰色彩梦的七号马熊安宝，在内栏可以看到另外一匹马是八号马京都彩虹，京都彩虹现在是紧追的鹰击场，两匹马差距非常小，大概就是在半个马位左右，现在两匹马开始进入直线弯道。现在可以看到排在第三位的还是三号马泰山雄鹰，排在比赛第四位的看到七号马熊安宝，再往后可以看到是白色彩帽的沙尘暴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四号马麦巴赫，再之后是黄色彩帽的六号马神经不一，最后的是五号马来福，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现在还是一号马鹰击场控，最紧追他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三号马泰山雄鹰，排在比赛第三位的现在变成了八号马京都彩虹，现在是 1.5 个马位领先的还是一号马鹰击场控。现在首都外栏的我们可以看到是鹰击场控排在比赛最前面，大概是在半个马位左右，最外栏的现在变成三号马泰山雄鹰，紧追着鹰击场控，两票差距是越来越小了，两票差距非常非常小，最后的200米可以看到究竟的斗一斗哪票呢，先过终点的是鹰击场控还是泰山雄鹰呢，两只鹰到底哪只鹰能够先飞中，但两匹马差距非常小了，现在是一个马位领先的还是鹰击长空，两匹马差距是越来越小了，现在是鹰击长空率先过终点，第二个过终点是三号马泰山雄鹰，另一只鹰第三个过终点的是四号马麦巴赫。好，我们率先从